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一群在干嘛？你们这一群鸭子在干嘛？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刚刚做了什么事？他们刚才在产卵。在产卵？躲在哪里产卵？在树丛里面产卵。生了几颗蛋了？一颗。妹妹，你可以带我们去找它的蛋吗？蛋在哪里？他来回来找他的蛋吗？他还记得吗？我们退后一点。认错。他不会把蛋生在那么明显的地方啊，他生在那边。没有啊。除草。对了，他拿叶子，他叼叶子。它一片一片叶子慢慢掉，停下来，掉叶子了。要不要丢叶子给它？不用不用，不要破坏它。
子把蛋折起，现在蛋只要出一点点，它要离开了，它先把它用叶子盖住。Ha ha ha!